位是我们新传媒犀利阿哥李明顺。来，明顺，同时我们欢迎来顺哥来说一下吧。犀利哥，我觉得浩伟说的对了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号，我觉得整体来说还蛮不错的，非常出众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你选到的是减肥产品、瘦身产品。问题是谈论婚嫁的男友要求跟你拍非常亲密的照片，你会答应吗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会，因为既然我已经他是我以后将来未来的老公，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？而且我相信我选了他，他会好好的帮我保存那个录影带。已经改录影带了，我只是说照片而已。我已经哇，可是我跟你讲，很多人上当都是在这里啊。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，我选的那个一定是我对的人。哦，胆子很大哈。明顺，你首先怎么看？你赞成吗？我觉得这个人的因素吧，我觉得有人可以接受，有人不能接受。嗯，我本身呢是可以接受了。哦，但我跟文芳没有拍过了哈。我没有拍过，没有拍过。我也没有这样问你，没有拍过了哈。所以你有什么？刚才给我问。不过我想问他一个问题，因为不管你怎么保存啊。万一有一天漏出去呢，会怎么办？可是我觉得我不是什么很红很大艺人啊，没有人会想要偷我的录影带吧？可能被偷了之后就红了。好，谢谢。